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部落大哥，我是教太。今天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南横。为什么是阔别已久？因为我们想来却来不了，一直下雨，到现在雨才停了。那刚刚有下了一点点，但应该就这样子已经停了。那我们今天搭了还没搭过的一个车顶帐。我们明天呢7点就要收帐，开车去南横走走，好，去中之关步道。好吧 ，Go。那我们看到哪里？台南御景，咻的一声就到了。现在才早上9点，我们本来是要来吃午餐，对，吃午餐。现在比预期中的早到，我们本来是来吃芒果冰的。现在9点是什么？芒果冰也还没开，还没开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先补给买东西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南横的梅山口，在那边露营过夜，然后明天一早去南横。热情的太阳，台北下什么雨嘛，对不对？真的哎，南部的太阳就是炙热。这边是那个天然烤炉啊。南部的太阳真的是很热情，手已经开始痛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御景青果市场，这是火粉推荐，这边是芒果批发市场，但是里面有卖芒果冰，市场卖芒果冰应该最好的。10点，然后我们的早餐是芒果冰，台南第一餐，产地直送。我们今天吃的是雪花冰，芒果雪花。哎，那不是芒果季，他们卖什么？冷冻芒果冰。假仙到了，假仙到了，吃蚵仔。你不要再假仙了。不吃蚵仔的人来假仙，我可以吃藕桂，藕桂我还可以，但蚵仔冰我就不喜欢了。目的地在您的左手边。Don't let it fall away. Don't worry, we'll do.
起锅。今天菜单是韩式肉片拉面，加上柴烤鸡排佐阿浪粉。佐阿浪粉，我们可以来一个酷点的名字，帮我们今天晚餐取个名。一秒飞韩式奢华辣拉面，福尔摩沙原住民阿浪风烤鸡排。你有没有觉得露营就一定要吃泡面？平常也要吃，但露营吃更好吃。而且我们是满满的青菜哦。嗯，厉害，脆皮耶，嗯，然后是嫩的，天一亮就起来，好，爬山。第一次上车顶这样睡觉，等下要睡两个人试试看，看起来差不多就跟我们之前睡后车厢的大小差不多，感觉是差不多的。嗯，那睡怎么样我们就明天再讲心得吧。像我们大概25-26度，这个那个上面空间感很高耶。奶袋啊，晚安。Come all you young rounders, and story I'll tell. Promise of heaven in the world. 那我们现在介绍这次用的粉火台，这是我在日本亚马逊买的，不过这个卖价已经下架，各位现在目前是买不到了。四片薄钢板组成的一个粉火台。然后有一个烤网，收起来很薄很小，组装的就是像这样子，两片钢板是一个侧板。这样烽火台组装基本完成。首先这个烽火台很小，然后在里面是一个深 V 造型。依照我经验跟实际的使用情况，其实这样烽火台不好用。第一个，你的柴不能够超过这长度，但烧完就很容易掉出去。然后这有个小孔，可以放你放细材穿过去，树枝等级的柴有可能这样放在里面去。然后再其它的离地高啊，其实很低，底下就算放了防火毯啊，底下草可能都还伤到，可能要找东西垫高，或者在碎石上面就使用。然后再其这个烤网放进去之后呢，哎，可以烤没有错，但除了你放的是炭火，可以让你烤的时候呢不用调整火。我在用的时候另外放了一个烤网架，让我可以这样移动调整火力。然后再燃烧效率，我认为大部分的 V 型的烽火台燃烧效率都不适合柴火，它适合不用过炭火，那空气流通不好，它只要稍微灰满了之后，其实里面的柴就很难有足够的空间做燃烧。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烽火台跟我预期的一样，不是很好用。然后其实这个冰箱我们用一段时间了，这是美国的一个品牌欧卡杀人机的品牌，但这冰箱啊比较特别一点，半软半硬的冰箱，通通软冰要做的很软嘛，保冰效果不怎么好，这个保冰层几乎有10公分厚，超级厚，无敌厚的保冰层，其实当个小桌也是可以，可以说它是用保冰袋软箱的做法，但做了一个接近硬箱的冰箱，它比一般的硬箱会来得轻。然后再因为是软箱嘛，它周围你看这边做了很多扣环啊、绑带啊、小收纳袋啊，这边可以放个小抹布之类的，有很多一个置物空间。然后在它比较厉害就是这个拉链，这是一个防雨拉链、气密拉链，拉完之后啊，其实水跟空气就完全密闭，跟我这些防水背包拉链其实类似的效果，就是我们目前在用的一个比较小的冰箱。然后我们这装备啊，因为毕竟轻装嘛，我们需要有比较多挂起来增加收纳空间，所以用这个挂的卫生纸拉链可以收起来，晚上的时候露水重的时候卫生纸不会湿掉。然后在这其实是一个置物篮，那以前就用过，也介绍过，那之前那是
大橘色很抢眼，这边可以有三层的一个置物空间，如果当个碗篮也可以。收起来呢，薄薄一片。然后再来，这是我一个收纳包，这收纳包其实我很推荐，神秘农场出的上蜡帆布座，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吊起来置物架，上面都放各种小灯，底下放杂物，这边里面还有一些弹性袋可以用来做固定。收起来就这么小一个，这边一个一个提把，这收纳袋我推荐。我们这次来到的是南横梅山口农场露营区，它这个地方是大概有分两区，第一区呢大概是12丈，它是狭长型，它中间有个卫浴，就是把第一区分成两块，第二区是在下面，大概是5丈的空间，然后它也有一个独立的卫浴。那这边是营主的家，那营主这边就有提供两个冰箱。这一区呢就是第二区，大概是有5丈的空间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独立卫浴，但是因为有人已经在这边搭帐，所以我们就不便打扰。那这一区呢就是第一区，第一区的一半啊，因为它被卫浴隔开来，这边大概有4到5丈的空间。那后面老板新设立的雨棚区，到时候应该也会有4丈的空间。那这边就是第一区的厕所，这边有小便斗，一个坐式的马桶，两个蹲式的，3间淋浴的空间。那后面呢，就是第一区的另外一半空间，大概也是搭6到7丈左右。那我们这次搭的营地啊，应该已经算是梅山口最近的露营点之一了，因为其实有些露营点是在比较后面、比较山下的，会比较远一点。哦，现在我们7点整到这个梅山口，满满的车啊，哇，应该更早，但是我们已经超级早了。现在这边都是车，我们现在往下绕，跟着大家排队上来。所以我们搭在最上面的梅山口，但是最晚到，7点准时到是不行的。我们大概已经往下开了1公里多吧。天哪，太夸张了，我们可能光排到进去就可能就要排1个小时吧。难不成我们昨天应该半夜睡在这边的？不是，我们应该要睡山下，然后这样子开上来。那所以搭在最前面的那个路口是没有意义的。没有，你搭在最前面的路口，但是你要半夜就要出来，可能4点5点。尾巴了，我们终于动了，现在大家都一起上山了，在车子里面看山景，就跟在那个车子里面看海一样道理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是舒服的。虽然排了1公里多，但是现在7点12分也差不多到了。为什么那还有人停在路边呢？上厕所吧，我们说半夜就睡在路边了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看起来排很长，但是 OK 了。对，我本来以为要1个小时哎、欸。是不是有一些都在这边呢？可能就是在路边了，他是车牌辨识，离开的时候他要辨识到离开才行，不能够停留在中间，那在中间过夜。好，我们现在在长青池，所以我们现在从高点往回去走，然后开始往那个中之关，所以这样走的话就可以不用来回，而且是从是下坡，不用上坡。那我们现在装备差不多了，我们带着鱼午餐出发吧。嗨，这位老头，你还好吗？这个阶梯有多大的？这阶梯是真的特大哎、欸，这就等于两阶吧。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减肥阶梯。长青池的那个工作人员应该非常瘦，每天要这样子爬上爬下哈，不简单哎、欸。真的是先苦后甘的，底下就下坡了。你确定？确定，确定。登山，好，我们现在我已经设定好路线了，2.59公里。跟着你走。走吧，走吧。目前已经爬到最高点了，2534，然后准备要下降，还有3点多公里，然后都在轨道上面，加油！下坡，下坡。一路下坡。他说会有熊哦，因为这边会有球果跟那个斗石粒，就是熊吃的果实，所以这里可能会有熊。这里有人碰过啊，有人这里碰过，这里有熊出没。熊熊，熊熊，来跟小熊玩啊，熊熊。
怎么下雨了？下雨了，真是下雨了。但毛毛雨还好了。但是现在还有两公里耶。可以的，可以，准时下坡，慢慢来。雨来了，雨来了。赶快跑！下面是什么？雨或雾吧。真的。森然。看不见了。走，剩下500公尺。江洛。到马路了。单程不来回，这边前面就中之关了。终于，我的下坡膝盖好痛。但是我还是选上坡。不要。我觉得上坡虽然喘，但是你看我们喘完就没事。你是腿有力，膝盖没力，我是膝盖腿都没力，好不好？但至少有一个人要那个舒服啊，反正你怎么样都不舒服。闷啊，下雨，但是还好啦，我们这样雨没被淋到，被树挡住了，这样差不多了。我们终于来到了雾口了，真的是真美，超漂亮，好辽阔，很壮观，感觉看到台东外海了。外海会不会有点夸张？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我看到视野感觉有上百公里哦。我们是在山的上面，很高很高。我们现在海拔是2574，比很多山都还要高了。而且我觉得这边景色啊，比合欢山还要开阔。我觉得看的山比合欢山更多，因为其实这一片像山谷是往外，所以很多山都没被挡住。夏天露营呢，就是在高海拔，所以我们昨天在海拔800多的梅山口那边露营。然后他说1000，对，但是我的手表显示800，因为我们露营地好像有往下开一点点，所以其实夏天呢、就是要去高海拔，因为这个风会很凉。我们昨晚上20几度，现在这边白天哦，温度计显示也是20出头而已。只要你再搭个天幕啊，真的保证你很凉，甚至有点冷。像现在其实我现在手很冰的。高海拔呢，因为你每上升100公尺低0.6度，我们现在上升了2000多，就大概低一个10几度，但是紫外线更强。对，小泰就是一个怕黑的人，完美示范如何防紫外线。帽子可以遮脸跟遮脖子后面，然后袖套遮手，太阳镜遮紫外线。那我呢，其实不想穿啊，但是我常常会忘记啊，因为我其实我有一个喜欢户外的人的一个绝症，我对紫外线过敏。他是那个吸血鬼体质。对，我天生吸血鬼，不会老，是会老还是会老，因为我老着等。所以我只要晒久之后呢，我就会起疹子，特别脖子后面。所以其实我常穿薄长袖跟戴帽子，但今天真的这气温太舒服太凉快了，让它晒一下下就好。像这边啊，这些装备都非常重要。各位如果去高海拔，一定要带这些装备，防晒乳也是必备。不要以为凉啊就不会晒伤晒黑。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大家，阴天还是要做好防晒。好，再来我要分享的是我用过好几个月，应该超过半年。的太阳眼镜，这是 Crystal 的偏光针眼墨镜，小太太戴着也是，它也可以把这些树木啊云的反射消除掉，所以看起来饱和度会比较高。然后它用它的针眼技术控制了光线进来的波长，会让绿色啊这种比较大地色的东西啊看起来会饱和度比较高一点，让它波长进来多一点。像这样的偏光墨镜啊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啊调校调得非常好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很多偏光墨镜啊，你一戴上去之后，所有的荧幕都看不到了，手机啊。车机啊，大米导航啊都不行，像我在戴上之后呢都没有影响，都可以正常观看到画面。难怪我每次看手机的话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比如彩虹光啊，这是偏光有镜的共同的缺点。调得好的话就可以适用大部分的行动装置或液晶屏幕。而且其实像我还有问题啊，像我不能戴现金，我一定要戴普通的镜片，因为我戴现金会很不舒服。那我大部分戴这种外挂式的墨镜，就是它挂在你的镜框上面的，可以完全遮蔽。而这样好处，我像开车的时候常常这样子，突然啊逆光戴起来就很快可以戴上去，马上切换成墨镜的模式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超级重要。然后如果不戴的时候，就是可以平常这样戴上去。然后在这个眼镜它比较好的地方是它的镜片是玻璃的，很多这个墨镜的镜片啊，为降临成本它是用塑胶，所以就比较不耐刮，那这个玻璃面就比较耐刮。我对眼镜都还蛮粗鲁的，有时候是下雨天啊、露营啊、风沙也都是这样直接拿下来，然后需要放，很快就拿上去，没办法太呵护它，所以比较耐用也很重要。哎，可是我发现啊，你上次照相的时候，感觉还做了一个小配合的方式，就是你把你的眼镜拿下来，然后在我手机上拍照，后面就会很漂亮，变非常漂亮，就是感觉。调色了，因为其实我相机啊拍这种户外都会装偏光镜，然后这也是偏光镜，那我就会把我的手机拿下来，透过我的相机拍照，拍出来就会像是挂一层偏光镜，效果会非常好。对啊。
现在云也开始跑出来了，那我们这边就继续回程欣赏这个美丽的南横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大哥，我是小泰，请带走垃圾，如果可以请带走更多垃圾哦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